受入冬以来最强冷空气影响，11月30号18点，黄河内蒙古三呼河口至头道拐河段全线流零，流零密度10%到20%。黄河防总宣布，黄河进入2014到2015年度防零期，并启动防零运行机制。受入冬以来最强冷空气影响。11月30日18时，黄河内蒙古三呼河口至头道拐河段全线流零，流零密度10%到20%。黄河防总宣布，黄河进入2014到2015年度防零期，并启动防零运行机制。